子吗？这是一条糖角鱼。OK 你上货上货小狗已经把这个大老鼠已经挖空了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洞，好宽的，好宽的，在里面，在里面，我们往这上面挖。这个小狗一直想挖，但是小狗的话，它肯定是挖不到的，它闻到那个气味了。挖吧，挖吧，不挖的话就我来挖了。这边你挖通了啊，你挖通了，好像挖到睡觉的地方了。被吃的东西，我的天哪！我看一下那个手机开得到吗？这些你看，你看，哇，感觉有点暖暖的啊！这个窝，啊，睡觉这个草，感觉有点暖暖的。你看，好干燥，很好干燥的，哇塞！我看有没有小的那种小老鼠拉的屎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我检查一下。老鼠睡觉的地方已经挖到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挖它避难的那个洞了，应该就这样旁边了啊，就在这里。小狗，走开，走开，你挖不到的，走开，往下挖，往哪里？哎呀，往往往左头，往往往左头的。我走了，现在已经挖到两个小的，还没有睁开眼睛，好嫩啊，好嫩啊，大家伙还在洞里面，大家伙还在洞里面。
大家伙看来活不到了，剩下两个小的，你肯定会死掉，养不了。